就目前情况来看，五代机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战机，不过毕竟随着时间一长，也是需要更新换代的，所以早早就有很多国家已经着手自己的六代机计划，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计划格外引人关注。就拿欧洲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来说，近些年来纷纷提出自己的六代机计划，英国则是在某次欧洲航展上爆出自己的六代机模型，而法德两国则签署了共同研制六代机的计划。近日似乎西班牙也加入这一队列，不过与欧洲近期关系不太融洽的俄罗斯甚至表示欧洲研制六代机希望渺茫。相比于欧洲，中美两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机进展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就拿美国六代机来说，据美国人表示，美国的新一代战机很有可能会集多种作战系统于一身，使战机不局限单一的作战平台，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此外，美国近期一研究数据显示，不仅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机成本高，未来随着美军的采购量也会越来越多，庞大的资金自然就成为了美国军队目前最大的难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在战机诸多研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展。从目前规划看，这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过程。不过近日，我国六代机一项关键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这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自适应电循环发动机技术。引发关注的是，据611所设计师兼职总师宋文聪的大弟子王海峰表示，中国的新一代战机相比于美国、欧洲提出的六代机计划，还有一些自己补充的研发方向，并在一些必要的先进技术难点上逐一突破，预计2036年左右，或是更早，就能见到这款新一代战机了。此前，王海峰带领的团队就是负责歼十 B 推进矢量技术的，同时也是G20上的推进矢量技术的负责团队，所以说他的话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不仅如此，说到中国的六代战机，歼20总。